此次对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周泽农提供重要线索者，警方将给予人民币30万元的奖励。 很有可能就藏匿在这一带，他们应该给予了业务，是一个三不惯的地带，哪个都想管，但是哪个都管不好。怪不得，这是周泽龙，龙波吧？ 这个事情，你帮我挂一瓶。上京跟我老婆，有事我忙行李。